怎么死了？嗯。你看，浩然死了。我就滚。欢迎某天哥。还有两个碰撞死，你没给送呀？地上还两个人碰撞死。花瑞，把那碰撞死拿那家去。我走时候带走那俩，地上两个大老鼠。拿家走吧。反正下来小雨就不砸了。啊，铁弄电脑，准备切换床弄电脑，你去买菜好吗？我看两点多了，两点钟。买菜了家里有昨天晚上烧的鱼，还有茄子，还有一个茄子丝，小白凉菜啊！你看大家搁豆腐买的豆腐，把那打那鱼里都能吃了，还得啊？你问他家搁豆腐，他家应该有，买了2块钱豆腐。滚！怎么了？滚！喂，后面。你抢哪块？啊，抢哪块？把这抢哪块？好人，后面。反正2块多了。欢迎乐少，领导今天那么晚，欢迎豆哥，怎么了？没什么呀，豆哥，没啥事，昨天去买菜了，刚整好这个遮阳网，我们马上吃饭，等会吃饭了。你问的是什么呀，豆哥？问的什么？怎么了？